恭喜全国同学啊！AI 城市从7月11号，哎，苦口婆心啊！从7月11号，24380、24339、24165、22851，呼吁权力向下放空操作啊！你告诉我，7月11，当天大涨创新高，全市场都在跟你吹牛，啊，吹牛比赛，啊，全力做多，啊，一切拉回都是多，你今天已经输得很痛苦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恭喜有听张老师的话，啊，有跟紧 AI 城市的，啊，我们从7月11号24380呼吁你全力放空，一切反弹都是空，啊，恭喜全国同学，啊，今天杀到21600点了。杀到21600点了，对不对？多少点啊？啊，让你赚了多少点啊？快要3000点了，你都没有很感动吗？啊，台子期杀到21500嘞，啊，是不是？多精彩啊！啊，跟紧 AI 城市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，跟紧 AI 城市啊！台子还要杀到哪？还要杀到哪？啊，今天持续破底，台子还要杀到哪？赶快跟上脚步，啊，跟紧脚步，跟紧 AI 城市啊，好不好？无天无波比啊！啊，我想问，旗鼓获利的关键是什么？啊，筹码嘛，筹码永远领先市场消息啊！啊，来操作旗鼓，不是吹牛比赛的，不是看到涨就拼命多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输得很惨的啊，对不对？我从7月11号已经警告你了。台面上，我跟你讲，95%的节目都是死多头嘛，对不对？六月份哇，涨2000点，都在跟你吹牛。那我们六月份有没有带你做多啊？是不是该做多带你做多？2000点拿到之后，但是从7月11号已经警告你了，把握权力向下放空嘛，筹码转空了，你的老师都看不懂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已经警告你了，你跟着台面上95%这些死多头的节目，我跟你讲。碰到多头，哎，好得意，吹牛啊！结果碰到空头结构的时候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你六月份、七月份，你买在23000、24000的，你今天杀到21000多点了，你通通惨赔嘛，你输光光嘛！啊，好，我讲过，旗鼓获利的关键，筹码，除了筹码就是筹码，对不对？筹码永远领先市场，永远领先消息，但问题筹码怎么来？筹码不是用猜的，不是用赌的，筹码不是去什么学技术分析你会看懂的，不可能的事嘛。为什么筹码要哪里来？筹码是市场大户、法人主力的筹码，要由大数据 AI 程式来计算筹码嘛，对不对？筹码谁能够知道啊？盘中谁能够知道啊？对不对？多大的量啊？每天几千亿啊？对不对？只有 AI 程式盘中第一时间帮你计算筹码多空嘛。是不是？所以 AI 程式最大的优点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哦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不要你这边搞技术分析，每天搞支撑压力关键，对不对？还要研究有没有守稳，关键有没有跌破，对不对？哦，还等你看懂啊？看懂都来不及了啊，哦！等你看懂都收盘了，是不是？等你看懂都跌2000点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你看多少老师啊，7月份天天喊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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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今天跌下来了，哇，吓得啊叫会员啊股票卖光光，开始要放空。等你老师看懂，已经跌了3000点了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谁能够事前掌握多空，这才是你要跟上的脚步嘛，对不对？事前帮你计算筹码，事前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对不对？今天已经是大数据 AI 时代来临了，很多人操作还在那边学技术分析啊，还在那边支撑压力关键，对不对？你太夸张了吧，你太落伍了吧？今天是 AI 时代了嘛，你要的就是一个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你要的就是能够掌握 AI 程式盘中第一手筹码多空讯息，才是你获利的王道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拥有 AI 程式财富它自然来。你要跟紧专业嘛，对不对？像医生，专业的医生，医术好的医生帮病人治病。我问你，血压怎么量？用猜的。第一个要用好的医疗工具嘛，量血压用血压计，废话少讲嘛。
对不对？血压计答案出来，血压计就是基本的 AI 工具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出来了，我们在照表操课嘛，对不对？跟我们操作台子棋棋股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台子棋 AI 程式转多，你才能做多 ；AI 程式转空，你要把握向下放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用猜的嘛，每天都用猜的，你有几条命啊？哈哈，是不是？好，从6月25号 AI 多空两趟。快送你5000点呢，有没有？6月25号，22432 AI 程式有没有带着全国同学全力做多，对不对？全力做多上来2000点的行情，先帮你掌握。最精彩的，从7月11，好好冷静想一下，当天是大涨创新高，哎，当天你的老师还在跟你吹牛啊啊哦，多全力多，你买啊，你到今天已经没有命了，快3000点了，对不对？那7月11号 AI 程式怎么样？苦口婆心呼吁全力向下避险放空啊啊！7月11号来，全国同学，麻烦你自己用眼睛看，好不好？张老师，我不是来跟你吹牛比赛的，我不是来跟你事后马后炮的。我们7月11号当天 AI 程式秀出什么样的空讯，自己用眼睛见证。来，全国同学，导播拉近一点，7月11。全国同学亲眼见证的，7月1111:1024339，空嘛，哎，你以为张老师喜欢放空啊？该做多我带你做多啊，从6月底一路做多2000点啊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做多大家都很开心啊，但是当 AI 程式转空，表示市场大户筹码转空，你要赚钱，你就必须向下放空啊，所以7月11号。当天大涨了快2000点 ，AI 程式白纸黑字，时间价位，时间7月11，24339空，有没有？全国同学，所有软体全国同学 ，AI 程式全国同学，你自己见证嘛，软体不会跑掉的。7月11，24339空，到现在就是在那里，明年还是在那，啊，未来还是在那，对不对？啊，软体不会变的，我们的数字不是变的。它是第一时间计算转空，所以7月11号 AI 程式24339空，所以7月11号张老师怎么样带你操作的？为什么要叫你放空？有没有10:36？跟你讲 AI 程式24380附近，你赶快放空嘛！哎，当天12点涨，12点多还涨到24400哎，所以你今天知道张老师的苦心了吧？7月11号，为什么24380要叫你赶快放空、放空、放空？10:36的时候，因为 AI 程式24339在11点正式转空，所以我们要把握权力向下放空操作嘛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办法的事嘛。你要成为赢家，跟紧 AI 程式嘛，跟紧大户筹码嘛。AI 程式是告诉你市场大户筹码、主力法人大户筹码第一手转空的讯息。那他都告诉你，他都计算筹码 ，AI 程式都帮你计算，法人筹码转空了，主力法人大户筹码转空了，你还不赶快把握放空吗？所以7月11号，恭喜全国同学，对不对？我们24380附近，是不是带着你把握全力放空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当天大涨创新高，哎，是不是？全力放空啊！来，还没完哦，7月16号，24165还是空哎，还是空哎。7月16号还是把握空哎啊，24165啊，有没有白纸黑字啊，同学？所以7月16号11点有没有带着你台指8月赶快继续放空啊？8月继续放空啊，对不对？24170附近赶快空嘛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一步一脚印，不要猜不要赌，好不好？从7月11号苦口婆心啊，24339空，24380带着你赶快空。到了尾盘还在24400，随便你空，空到饱，空到满，对不对？那7月16号24165还是空啊，还是空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叫你台指8月赶快去空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甚至连7月23号，7月23号当天强弹600点哦，当天强弹600点哦，7月23号哦，是不是？啊，很多老师就跟你讲，哇，又要大涨喽。7月23号哦，当天强弹哦，强弹600点哦，来，7月23号，导播拉近一点，12:35，22851还是空吗？
所以 AI 城市法人筹码，它第一时间它不会骗你的嘛，它不会含含糊糊每天给你支撑压力关键，还有你自己研判有没有守稳哦，有没有跌破，你还看得懂守稳跌破啊？等你看懂已经跌3000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7月23号22851赶快空，7月28号22851赶快加码空，反弹把握空，啊，有没有？7月23号12:3522851赶快把握加码向下放空啊！连今天盘中哦，早盘哦，对不对？今天早盘哦，还在22000，对不对？900点哦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台指22851波段空单全面暴牢啊，全面暴牢啊！22851空单全面暴牢啊！跟你讲，这个大盘还要向下破底嘛？有没有破底？有没有破底？21500嘞，同学，你都没有很感动吗？你跟着 AI 城市。从24380、24339、24165、22851一路空，今天杀到21500嘞！恭喜全国同学，你跟着 AI 城市7月11号一路向下放空，到今天2000多点的行情就是你应该掌握的嘛？2800点的行情就是你应该掌握的啊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啊！不啰嗦，是不是？恭喜大家！那6月份以来多空两趟哦，先多哦，你搞清楚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 ，AI 城市它不是死多头，不是死空头，但今天台面上95%以上的这些股市节目，讲白了死多头嘛，对不对？那只会多，每天只会多，那你碰到涨的时候很得意，一跌的时候你完了，输的一屁股，是不是？所以操作是多空双向，筹码是多空双向，谁能明确的告诉你多空转折？AI 城市嘛，因为他第一时间掌握计算市场大户筹码嘛，所以恭喜大家，你6月25号跟着 AI 城市，跟着张老师全力向上翻多操作，先掌握2000点的行情，从7月11号不啰嗦，全力向下放空，到今天2800点的行情 ，AI 两趟哎，光6月份以来两趟哎，是不是快要5000点的行情？这都不是用猜的，不是用赌的嘛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转空转多动作，都有筹码计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好不好？恭喜大家！那甚至连前天哦，对不对？连7月30号哦，7月30号到今天哦，两趟又送你1800点的行情，来亲眼看一下。7月30号大跌哦，对不对？7月30号是不是大跌啊？7月30号哎，有没有？哦，杀到21800多点呢，来。7月30号跟你预告 AI 城市短线大跌2500点会有强弹，有没有？所以7月30号9:1421900-9500附近逢低翻多。7月30号为什么要翻多啊？因为跌了2000多点，来7月30号21895翻多，大跌2500点翻多，必有强弹，所以先请你短多一趟。结果有没有反弹呢？昨天自己告诉我，800点啊，对不对？你连30号跟着我们强短一趟，昨天800点呢，又快要1000点了。所以这里动辄，我跟你讲，动辄将近1000点的行情啊。所以7月30号强短多一趟，昨天800点送给你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冒喜啊？啊，昨天开盘哦，800点哦，昨天你的老师又在发疯了啊，又在叫你全力多了。昨天强弹800点，我们讲了嘛，这里是长空短多反弹嘛，所以昨天弹800点，来，昨天9:03一开盘21900的翻多，今天趁大涨22700附近把握获利，所以30号短多一趟上来800点，把握获利，对不对？先把握获利，800点获利放口袋，对不对？最精彩了，昨天8月1号，昨天大涨 AI 城市干什么？昨天 AI 城市8月1号大涨800点哦，来，大家亲眼看一下，来导播，昨天8月1号，22624 AI 城市再度转空，来导播不要动，这个地方不要动，你先看一下，7月30号21895翻多，昨天是不是强弹800点？昨天大涨800点之后，22624 8月1号白纸黑字，不要猜，不要赌。
22624转空，就在这里。所以7月30号21895翻多，昨天送你800点，昨天大涨800点之后，昨天11:0522624转空。那今天呢？翻绿转空，你告诉我，翻绿转空，今天一波下杀，千点嘞，千点行情哎，全国同学，千点行情哎，所以 AI 城市光，对不对？光是7月30号跟着 AI 城市7月30号21895翻多，昨天送你800点，昨天大涨之后多单把握获利，把握获利之后22624 AI 城市再度转空，再度转空，再度转空，今天再杀1000点，哎，你告诉我，从7月30号翻多送你800点，昨天转空下杀1000点，光从7月30号多空两趟。1800点呢，光是这里多空两趟又是1800点呢，啊，6月份多空两趟快要5000点呢，光是前天7月30号多空两趟又是1800点呢，同学，所以指数操作我再三叮咛你，不要猜不要赌，跟紧 AI 城市，不要猜不要赌，好不好？把 AI 城市，把 AI 城市交易带回去啊，不要猜不要赌。第一时间掌握市场筹码多空嘛，对不对？再来股票大波段锁定主流底部起涨啊，啊，那底部起涨才会大涨啊。现在绝大部分股票是高档转空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年20多块送给大家系统低价标股，低价标股 AI 低价标股，一口气大涨3倍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啊？好，错过系统大涨3倍的哦，注意哦，现在低价标股大盘转空下杀过程中，低价标股会出现哦。对不对？那这一档系统第二 AI 主流相关应用感测器股价一样，6年来过去股价在100元附近哦，是不是重挫80%？这6年来在20多块，在20多块，在20多块，今天台股重挫了快1000点了，对不对？崩了900点了，它今天逆势大涨，甚至再创半年的新高，再创半年的新高，好不好？那系统第二，去年错过系统大涨3倍的系统第二，欢迎跟上脚步，欢迎跟上脚步，好不好？再来 AI 城市交易嘛，恭喜大家啦，是不是啊？6月份全力做多送你2000点，7月11号全力向下放空，到今天又送你2800点了嘛？指数接下来该怎么操作？台指会杀到哪里？好不好？不要猜，不要赌，欢迎把 AI 操盘程式，把 AI 操盘程式带回去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，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
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好，旗鼓 AI 城市交易啊，那指数操作我一再强调嘛，今天是大数据 AI 时代来临嘛，对不对？你必须第一时间掌握市场筹码多空嘛。那如何掌握啊？去学技术分析，每天支撑压力关键，你搞得懂吗？我跟你讲，市场筹码不是你在里面哈学技术分析能够得到的，你必须由 AI 城市盘中第一时间计算筹码多空嘛。所以 AI 城市最大的优点有明确多空讯号，你不要猜不要赌嘛，你不要带情绪嘛，对吧？涨了就很兴奋，你会倒霉的啦，对吧？你看7月11号大涨创新高，全市场都在发疯创新高兴奋做多，你到今天赔了快3000点了，啊，你都哭不出来了。但恭喜大家，你从7月11号听张老师的节目，跟紧 AI 城市一路空下来，今天2800点。就是你轻轻松松掌握的行情嘛，所以 AI 城市不要猜不要赌，对不对？明确的多空讯号啊，今天已经是法人操盘关键时代来临了嘛，法人都在使用 AI 城市交易啊，投资朋友，你不要在那边傻傻的还学技术分析，搞得你头昏脑胀啊，脸上3条线太落伍了。你要的就是一个 AI 城市第一手的筹码多空讯息，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对不对？所以跟紧 AI 城市嘛。所以恭喜全国同学 ，AI 城市从6月份以来，你看看6月20号带着全国同学2432全力多，先送你2000点。最精彩的，从7月11号当天台股大涨创新高，全市场都在发疯了。当天是不是只有 AI 城市公开呼吁全力向下放空，全力向下放空？来，7月11号来导播，全国同学自己眼睛见证的啊！你都不要说张老师你很准。我们 AI 城市它就计算得这么清楚，7月11号大涨创新高，你的老子发疯带你拼命做多， AI 城市就是这么清楚，这么可爱，对不对？7月11号11点10分24339，全国同学空嘛，空啊！所以有时候张老师放空很无奈啊。我知道你们看大涨创新高，每个都很兴奋 ，AI 城市转空，你就必须跟紧筹码嘛。跟紧筹码转空，先要赚钱，就是跟紧大户法人筹码嘛。所以7月11号24339转空，所以我们7月11号有没有带你放空？有没有带你放空？24380通通空得到，通通空得到。来，7月16号24165还是空嘛？还是空啊？来，7月16号有没有告诉你台指8月赶快去空，赶快去放空台指8月？赶快放空台指8月，来，7月23号，7月23号，对不对？2个礼拜前，哇，大涨啊，哇，大涨啊，强弹600点啊，啊，你的老师又在看多了，又在做多了。来，7月23号，全国同学，22851，7月23号还是空啊，导播拉近一点啊，拉近一点，自己看一下，从7月11号24339空，7月16号24165还是空。7月23号22851还是空哎，啊，是不是？22851带着你赶快再度加码放空啊，是不是？今天早盘告诉你22851波段空单全面续报嘛，台指还会下杀，还会破底嘛？结果有没有破底啊？有没有破底啊？啊，恭喜全国同学尾盘收盘杀到了21500点哎，你看看。从7月11号一路空到今天，熊同学，多少点啊？啊，1000点就是一倍哦，2000点就是2倍哦，到今天快要3000点喽，对不对？恭喜大家，2800点啊！从7月11号，对不对？实实在在跟紧 AI 城市，不要看到大涨就发疯啊，对不对？从7月11号 ，AI 城市白纸黑字就是空。我问你，你的软体呢？从7月11号，你的老师有带你空过吗？
搞不懂嘛，每天就是多，每天跟你唬吹牛，对不对？每天就是吹牛，对不对？啊，多，每天都多多多，害死你嘛！全市场 AI 城市从7月11号带着全国同学全力空，对不对？7月16号还是空，7月23号22851还是空啊！今天呢？啊，今天早盘告诉你波段空单全面续报，杀到21500嘞！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，2800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台指要杀到哪？要杀到哪？今天再度破底，台指要杀到哪？不要预设立场，不要自己乱做，跟紧 AI 城市，把 AI 城市交易赶快拨电话进来，把 AI 城市交易带回去，跟上脚步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日头才拄浮上山，阮就已经规身躯汗。果子加分也无随慢，你着目睭金金看伊咯。操劳要几冬，食穿拢靠一站，所以较热嘛着拼。恁可能毋捌阮是啥，毋过若讲起台湾的果子，无你操蛋，你会当叫阮是世界第一名。啊，若开力，阮拢挖过休困了后，一杯啊玻璃蛋，明仔载开力。保你大臂，华信投顾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。